除了身材之外呢，台湾人就爱敷面膜，在一年下来敷掉了9300万片，这商机高达20亿元。而现在有一种机器，说你自己加了蔬菜水果还有特殊的这些材料之后呢，可以做成现成的新鲜面膜。你没看错，果汁变身半透明面膜，拿起来闻到浓郁的果香味，敷在脸上就像用水果 SPA。 火龙果、小黄瓜，什么口味都有，不喜欢水果可以直接加入牛奶、红酒甚至是珍珠粉，做成液态面膜。它是纯天然的，你需要什么东西就加什么东西进去。市售的啊，它到底加了什么东西我们并不清楚，而且它一定会含有防腐剂。OK， 刚刚这一则新闻呢，就让我们知道了啊，原来现在敷面膜啊，已经不是你去外面随便敷那些杂七杂八的面膜了。其实我跟你说，有什么东西啊？我们过去说时尚是一个轮回，其实现在美容也是一个轮回。嗯，对。过去呢，好像大家也没有什么能美容的东西，就会把一些黄瓜片啊贴到脸上。我就是这样啊。对对。可是呢，后来就开始觉得说，哎，我们现在新出了一些工业上的东西，然后呢，大家就开始贴面膜。可是贴着贴着就觉得说，哎，这些东西好像慢慢是不是对皮肤有什么伤害的？它们里面大概的成分对皮肤好的有多少，对皮肤不好的有多少。好的你们肯定都知道，对吧？什么里面含有这个那个，所谓可以保养你的皮肤。对啊。但是就是不可告人的东西，你知道是什么吗？是荧光剂吧，很多面膜里面都有。对，我先问你，荧光剂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铅。哦，对对。可是现在的都是铅粉。对，都是铅粉。其实我告诉你，荧光剂就是相当于是等同于铅粉、重金属啊，所以它为什么让你贴完面膜以后觉得撕下来以后脸上白白还闪闪光的那种感觉？它其实并不是说这面膜有多好，但是它就一定要让你知道，好像你用完这之后马上有效果。天哪，太可怕了！我常常敷。所以这个就是荧光剂是一部分，还有是什么你知道吗？水杨酸，水杨酸它是属于就相当于是一种酸性的物质，然后它是属于帮你剥离就是你的表皮。比如说，如果水杨酸它可以，比如说是属于含量，比如说0.005，然后你可能就得是0.001，可是这种工业面膜它是没有说根据你，那不可能呢。根据你，比如说你的皮肤来去帮你去设定，所以这样的话呢，像比如说皮肤薄的人，我皮肤就比较易敏嘛。皮肤薄的人的话呢，不能用、啊，用完以后沙沙刺刺痛，刺刺痛，而且第二天就会有那些小红点，或者、有对，有小红点，然后甚至有的时候就是说太阳一晒的话，这边马上就会过敏，是吧？泛红。对，真的，我觉得外面的东西真的太可怕了。所以如果可是面膜一定要敷啊，面膜好重要。所以如果我真的可以在家里，像刚刚那个机器一样，就是自己把一些就是对皮肤好的蔬菜水果放进去，就可以变成面膜，那超棒的哎！那个就是属于，就是在今天来讲是属于高大上的一个。可恶，我居然不知道这个东西。所以呢，我今天还真带了面膜。真的吗？对，让大家一起来去体会。真的吗？好，那我们接下来太棒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神奇的面膜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宝。哇哦，今天现场的朋友有福了，这个美颜神器到底有多神奇？吉米老师马上现场演示，同时为大家解析面膜机的工作原理和强大功效。如果大家对纯天然面膜机感兴趣，千万不要走开哦。哇，这个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对面膜机吗？你有没有感觉它很高大上？我觉得它好漂亮哦。我告诉你，这个它有一个前凸，还有腰线，还有腰线，这样吗？对对对，后面的屁屁会翘起来，是这样吗？对，所以它非常女人味儿哎。这个现在是在美国都有专利的，而且中国的专利马上也就下来了，这完全是一个专利的产品。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做的呢是火龙果的这个面膜。火龙果里面它的这个糖，它本身就是跟普通我们的这种蔗糖是不一样的。它本身的糖分来讲呢，很易于皮肤去吸收，而且火龙果里面的胶质是非常非常特别的，是胶原蛋白的那种胶质。它其实是属于比这种类胶原蛋白，它应该叫做类胶原蛋白。看到这个红色的这个皮了吗？嗯，这个皮在美国，他们真的把这个做一个工艺之后呢，变成一种胶，比那种橡胶的那种胶还要厉害。这么厉害。都浑身是宝，对，都是从这里面提炼出来的。所以你看，今天我们要来操作一下。第一呢，我们要先把这个盖打开，然后呢，我们要把水倒进去。你看，它已经是这个是已经开的，然后我们把水倒进去。哎，我怎么知道要加多少水？它会哔哔的响一声。啊，自己讲吗？你看到就看快点。它完全是全电脑的，我看一下，全微电脑，你看。就是傻瓜都会玩的那种。对对对对对，比傻瓜傻的人都。那个。哎，它在响了吗？它告诉他，然后变成红色的，他喝饱了。然后呢，接下去呢，我们要加上一粒
我们的这个蜗牛的原液，就是我们的蜗牛多肽，是那个现在很流行的那个蜗牛原液吗？你看它在写蜗牛的多元活性肽。哎，我知道现在因为很多那个贵的保养品，我知道它现在都有那个蜗牛生态，就是这个吗？对，而且待会儿我再给你去细讲这个。把它的这个，刚才我们的水呢是放在了左侧，然后呢这个片片呢是放在了右侧。如果你做牛奶的话，同样都是放在右侧。它有写。对，我们就把盖子放下去。就可以了，不用管了。然后呢，这不是告诉你二档是开吗？所以你就是用你的小纤细的小手轻轻拧一下就可以把它提起来了。你看放在二档就可以提起来。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把这个火龙果扒进去，放进去，也就是放一个就可以了吗？其实有一个，它其实用的不是很多。然后你看，我们不要把它弄得很恶心哦。你已经弄得很恶心了。其实我很想放点皮，到时候下一次我们在做的时候就可以放到三，然后往一拧，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只需要按一下这个一键式开关。哇，好厉害呀！而且你就开始做了吗 ？OK。哇 ，finish。没有啊，没有声音。没有，不用管它。它灯变成蓝色，就是它就已经开始在加工了。对，可它等下真的会弹出。所以我跟你说，它为什么是微电脑？首先来讲，我跟你讲啊，像火龙果来讲呢，不会太有什么，比如说会喷有农药啊，或怎么样的。但是我告诉你，就像黄瓜，黄瓜有很多瓜农。为什么我们吃的黄瓜会直溜溜的？我们家自己也会种黄瓜，但是我们家种的黄瓜长得很丑。他们会基本上就是黄瓜当长这么大的时候，他们会在那福尔马林里面泡一下，然后帮它一捋，黄瓜它会长得很直直的。可是福尔马林不好哎。对，但这些重金属农药都很难避免。所以就是没有这台机器就帮你全部都避免掉了。因为这里面你是看不到的，它里面呢是专门有这个消毒的，就是那个蓝色的灯始终在亮，它是在里面消毒。然后而且呢，它是帮你去分离整个的这个我们说果实里面的这个最小的这个就是因子，然后包括呢，它是帮你整个把菌，就是属于重金属也都可以分离。那它是不是也可以把分子缩小，然后更好吸收？超级小的分子，好棒哦！必须要配到25%以上的这个水果的这个成分，所以才就是我们每天一贴面膜必须要保证这样。如果是工业面膜的情况下，能达到2.5%都不太可能。所以说到这里面呢，就是如果说你是想成为一个美容达人的情况下呢，我们还会送你一本这个 Beauty Maker 的这么个杂志。这个杂志里面有所有你想知道每一种水果针对不同肌肤，对，你是长了斑了，还是说你脸上长了皱纹了，还是说你的这个毛孔很大，还是你想美白，还是说你想把你脸上的痘痘去掉，还是说你脸部太黄，黄气，太有那种憔悴的感觉，对，所有都可以。哎，这样好方便哦，我就不用去那个自己查。所以你看，你做了一个那个猕猴桃面膜，它可以淡斑，然后可以美白，可以补水，对，而且它可以修复皮肤。既然是在你们韩国蜗牛原液火起来，我就要问一下，为什么蜗牛原液是被能火起来呢？韩国的蜗牛是泡菜的，然后真的就蜗牛嘛，在海鲜过程当中就是分泌出一种原液，这就是蜗牛的原液，在里边含有就是天然的胶原蛋白，弹性蛋白，然后尿囊素，还有多种维生素等等，然后呢把这个分子带入一个皮肤的深入深层嘛，然后呢这个是就修复这个肌肤，补充这个细胞再生因子。它本身蜗牛它里面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胶原呀，然后修复这个修复因子啊，它可以让整个的这个伤口很快的就愈合。金明老师，我有个问题，我刚刚把这个拿出来之后，它为什么还是有声音？它自己在清洁呀。它自己在清洗。不用自己的吗？清洗它自己吗？它自己会清洗的呀。这个好了，可以了吗？好了。有点像果冻哎！你们家如果来亲戚朋友的情况下哈，你真的可以拿这个给他做布丁来的。你看他 Q 到什么地步？你看很端端的那种。真的，等一下，金老师真的可以吃吗？真的可以吃。真的吗？我先吃一个看看。然后，来，我们刚才那个我的火龙果好了。这是猕猴桃，真的哎。好多水分啊！而且我跟你讲，它真的非常的黏黏的。超好吃的。你别都给吃完了，你看我这火龙果这刚好，你看你知道它真的是属于那种很端端的那种感觉，看，好可爱哦，很脏，它真的好弹哦，呀，
下。哎，他们的也好了吗？他们的这个红酒的也好了，你可以看，嗯、这不是吗？你看，哇，你看咚一咚一的，水当当的，哎，真的超级。而且你知道它这个感觉真的有点像那种，哎，完全是像那个，很香很香很香，它真的是属于那种特有质感。哇，你看好透哦，好有质感的那种。哎，我想到了，你知道它很像那个，就是有一种那个多生态面膜，很贵的那个，一片要100多块的那种。对呀对呀，它就是这个质感。你试试看，快点，你吃一个。你让他们来一片红酒，吃一个，吃一个，你试试看，试试看，这是火龙果的，你试试看，尝一尝。我再来剥一个。它是什么口味的？它是小黄瓜的。哎，我觉得那个火龙果的特别好吃。火龙果真的很好吃，我刚才觉得火龙果好吃。你这样撕一点火龙果的。好吗？对啊。你试试看，这是小黄，这是黄瓜的。嗯，对。黄瓜可以吃。火龙果。黄瓜特好，它对，就是那种火龙果果冻的感觉。红酒的气味会不会醉了？应该会。什么感觉？就特爽口，对不对？挺爽口。特别的爽口。对啊，好好吃哦。那我们这个面膜是完全是天天可以做的。我一天可以做两次吗？可以啊，这个面膜你知道它敷上去的这么厚的面膜敷上去可以保持3个小时，通常你们用的这种工业面膜只能是15分钟，如果15分钟你不摘下来的话，反吸，对不对？然后会让皮肤里面的水分会跑出来。但它不会吗？它绝对不会。我们这个面膜里面做过重金属测试，没有，因为我们没有加啊。农药没有。那哎，不对，怎么办？我们现场都已经吃完了。哎，那我们就重新再做一批，然后就让他们来试试，我们现场就来试验一下。对对对，好，好，准备开始。哇哦，吉米老师即将现场为美女们量身定制不同功效的面膜，并会用专业的角度告诉大家什么样的肤质适合做什么样的天然面膜。如果你还不了解自己肌肤的解决方案，就快快拨打电话互动咨询吧。好的，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了非常适合敷面膜的环境，然后给我们三位美女体验一下我们面膜神器做出来的面膜。我闻到那个味道就是想喝。对啊，这酸奶的香味。好，你可以看这个面膜完全就敷在她的脸上了已经。因为她的皮肤一看就是属于平常可能也很少脱角质，然后呢也有一点点暗黄，所以我们就用柠檬来做。所以柠檬可以有去角质的功能吗？有啊，柠檬它是有酸性。哦，真棒。它其实看上去皮肤呢还不错，但是我觉得多补充水分肯定是只有好处的。天哪，我看他们这样敷，我也好想敷。我那个就是这种活性肽的这种多肽的这种面膜，我不知道在韩国卖多少钱。哦，这样一般都是算人民币的话，一张就是像那个50人民币几张的。50人民币，我自己买这个其实都有时候买到100多块一片。那其实这个活性肽的面膜真的差不多，就是最我们就匀着算哈，就应该差不多是50块钱一贴。嗯，如果一天你比如说做300贴的情况，都不天天做300贴的话，那应该是属于一万五性肽。一年要一万五。哎，对呀，如果比如说我们这机器，如果你连续做10年的话，就是15万。15万哎！对呀，太值了，太划算了。但是我们有时候爱美的这些人，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说，你们有时候没有真正去细算一笔账。如果你细算一笔账的话，你每一天都可以得到这种多生态的这种面膜的而且你都看得清楚它是什么，都不会就是像外面的面膜，你根本就搞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东西。没错，而且最关键，你看得到所有这里面，我刚才讲过的25%的所有水果，或者说我们说是蔬果的这个25%的纯蔬果的成分，绝对不会有任何的这种防腐剂。这个所有东西都是经过胃检的，嗯，而且它是属于食物级的，所以呢，绝对是属于是什么呢？不是说为什么我可以吃呢？它里面含有多种的这个胶原蛋白，比如说我们把它抠出来之后，来的美丽的小助手，我们是可以当成什么呢？其实美容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是可以内敷外养的，就是内服外养，好棒哦！你看，看到了吗？看到了吗？哎，你看，看到了吗？它里面全部都花开了，它马上就融。前一段时间你们有没有喝过那种胶原蛋白饮？现在我告诉你们，我们只要拿着一片可以做完脸，或者说你可以把它，比如说如果你那什么的话，你可以直接把它摇匀，看。我们可以直接喝吗？这个？
哦，那是我喝的，那是我喝的亲。所以它除了就是说可以敷在脸上，还可以补到体内。当然了，实用等级哎。当然了，好棒哦，这个。时间差不多了，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来，我们这样。我现在这么享受，你就给我撕掉。没有，我们这每个人都拒绝你撕。好，你可以看，张。哇！你可以看，真的哎，你看他的皮肤。不是，它变白了，它变白了，白可是没有，真的，我跟你说，皮肤显透很多耶。对，而且我肉眼就可以看到你变白的感觉，好赞哦！是可恶，你来主持，我以后补一块。来，我两块。而且我跟你说，就像柠檬的呢，是属于应该是美白最明显，这主要是补水的。这是黄瓜，对，这是刚才黄瓜，刚那片是黄瓜，这个是柠檬的。这种不舍得，好不好？对，但是你要看一下啊，你看。姜，我的天哪，好滑嫩哦！尤其是你看它这边，没有，你看它这边的，就是属于贴过的这些地方，而且这个成就感，对呀，突然就可以看见了。你可以看面对镜头的时候，我觉得好爱自己哦。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牛奶的，这个酸奶的酸奶面膜，姜。你刚开始啊，就是你的这个就是皮肤这儿吧，还有点特别干干涩涩的。金淼老师，你有没有发现他长得有点像周迅？真的很像。小赵，加油！真的太棒了，天哪！金淼老师，我太爱你了，而且我们在今天可以有优惠的价格，对不对？哇塞，果胶面膜的效果果然惊艳全场，美女们已完全折服于今天吉米老师推荐的美容神器了。如果你也想体验面膜机的神奇功效，可以拨打栏目互动热线咨询吉米老师专业团队。在韩国可以代理吗？可以代理吗？我的天哪，没有，我只是个代言亲，真的是属于在这里面，我觉得可以给到大家一个团购价，而且包括今天所有的这些就是收看我们节目的这些观众朋友们，热心的观众朋友们，里面会有这么一个蜗牛的胶原，而且蜗牛原液，然后还有活性炭，而且它本身是一个这个固，就是大麦固体的这个饮料，它是可以冲的喝的。那还有呢，就刚才我给大家看到的这一本所有的这个怎么去调整让自己皮肤变得更好的这本美容宝典 Beauty Maker Magazine， 耶，好棒哦！所以这么多的东西就在今天本档的栏目里面，就是非常珍贵的一个机会。真的，其实女人要变漂亮很简单，你选对东西、选对方法、选对机器、选对人，相信锦老师就不会错。OK， 那今天非常感谢各位来宾、各位嘉宾，还有我们的美女们，特别感谢金米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个大福音。谢谢。OK， 爱美的你千万要把握机会哦。OK，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为止，谢谢大家，拜拜。苹果、草莓、西红柿、胡萝卜。牛奶、苦瓜，这些都是我在面膜中经常会用到的。那每次呢，我都会换着样式来给我的皮肤补充不同的营养。有的时候，如果我需要美白的话，我就会在里面加一些牛奶。如果说夏天晒伤之后，我就会敷一个苦瓜面膜，效果真的是很好。那用完的面膜呢，我可以敷脖子、敷手。总而言之吧，我现在真的是离不开它了。根据不同肤质，把各种水果和蔬菜、牛奶、红酒变成晶莹剔透的胶原蛋白面膜。想要去皱就做橙子面膜，想要美白祛斑就做牛奶面膜，想要祛痘补水就做芦荟面膜，想治疗粉刺就做苦瓜面膜。嗨，大家好，我是王蓉啊，在这里呢，我要向大家推荐一个非常棒的产品。为什么它真心的棒、真心的好呢？是因为你可以自己亲手的用你喜欢的，几乎是所有能够想到的啊，非常有营养的，比如说水果啊、牛奶啊，还有好多好多好东西，做成一个热乎乎的面膜，然后敷在脸上，顿时你就感觉到你的皮肤是吸饱了营养，太棒了。所以它不含任何防腐剂，我平时呢就经常用它，所以现在皮肤真的变得好多了，也希望你们也能够拥有。其实真的是在时尚圈这么多年呢，一直关注这个中国女性美容问题。其实作为我来讲呢，真的是属于很难去推荐一些产品，因为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安全问题。所以这一次呢，我觉得真的碰到了一个好的产品，它让我真的是觉得耳目一新，而且是自己能够亲眼看到的东西，就是觉得非常的安全。它有三大特点：第一，自己动手做面膜安全；第二，量身定做针对皮肤问题有效；第三，一次性投入终身受益。